刚吃完一顿饭，我花了将近69啊，那这个39攒那个波兰货币，然后现在是去银行。这边是一个银行。这是书店。银行是不是下班了？下班了，就去老城区吧。老城区没准就有换汇的，它的旅游区属于是。这面相对来说还不行。那就是。